所以我就一直搬无敌的。确实，你五把里面能碰到一把这种短手上单就已经不错了。无人，他韩博还是卡牌无人蝎子奎章体，可以少的，玩来玩去就这些，要不就兰博。可以已经少的，这要么就兰博。 这玩来玩去全是这些东西，是没人玩战士，都是线霸。问问水友们怕大头，肯定是不怕的，有点不是很尊重。大头们差一点，点确定，秒了。大伙0.1鱼翅小礼物凑一凑啊，每个人送个0.1鱼翅给主播就行了，帮主播凑一下普信挑战。 打这个不灭他是有说法，进入战斗4秒后，其实你不用 A 兵，让兵 A， 不灭了，哥们，那想怎么？我就摸他第一下，但是你不要小看他第一下，很多东西不一样。因为我回了点血，他多掉了点血。你感觉上好像只触发两次，其实不然。想 K 爆车没 K 到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I'm going to kill him. 但是不好说，有可能那个 NOC 在这里。 他刚才被我打断，他就死定了。不是，我想试一个，他能用WQ。往前拉这个不是。跟我换血。飞得过，飞得过芙蓉王吗？我一整有人在这里。完了。 哎，那还行，那可以，闪火，那可以接受，太能接受了，来个血吧，啊，这个，爆，问题来了，回推线怎么办？回推线这里要防一下，只要防住他就行。 原来前期被小兵打两下是为了要让这个不灭快点攒出来，学到了，下次我也这么干。他大不了就。
知道的。他也学我去断线，赖皮。那关小兵接到我很多次，没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我才发现接到是打野啊！大家都是很正常，要消息的。我才发现解他是打野，我以为是辅助。嗯，我也是。魔腾在。我操，吃爽了，哥们。还是要骂人了。开启宝路，电梯。这是我给凡人的。哎，这男的心太炸了！你现在这个回头线，这样抓我的？这样玩游戏真的好吗？撞到头了，小心！嗯，你先下去。因为这些凡人，让我剃干净你的脊梁。我准备先回去休息。好的。下来一车面包人，竞技十级飞机。黑色玫瑰坑区。他们以为我已被击溃，被杀。啊，黑色玫瑰是坑区，你连我都打不过，我要去当明星任务就糟了。这是一场崇高的赌断兵两个，公式完爆。应用是有点数字，没啥。要想听到我锋刃的真实声音，首先要懂得从何攻击。反狗跑中路。死了两个人，刚打完一把，十五分钟四头猪送了28个。交易清兵，注意听，兄弟们！英雄联盟是那种，能够听声音的游戏。可以，拜拜，希望注意安全。这波怎么说？啊！
这风雨真有点恶心的，我操！他这什么意思呀？他这波搞到我怎么说呢，他这波导致我回家慢你知道吧，他这波导致我回家慢，导致我回家慢，然后被这毛王吃这个渡城了。我这辅助是真够恶心的，他本来不吃我这波，先不蹭我这个，我本来出来还能多一个提亚马特的，然后回家也能快，我会被这梦魇开到的关是干扰的。我要赐给他们。气死我了，好恶心。还想 K， 我最讨厌这种风女的，贼恶心，我操！就一丝血，他要放个技能去抢，杰拉那个种子都喷出来，要打到身上，他直接放个技能去抢，太恶心了！飞机七个头。有些辅助他跟人家一起吵架，就会到处乱跑，那其实蛮恐怖的。就是每条路都有自己节奏，他硬要来带节奏就有点搞。我很怕这种。这把感觉一有禁忌十级收，这个太能送裸了个武器。风女这英雄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恶心对面也恶心队友。
ally has been slain.黑色玫瑰的大师真有这么恶心吗？这个分段，我操，恶心的一逼！这个区有点特殊，我操！然后打有木，哎，很脆，结巴，不稳健，很危险。有段时间还挺流行韩服的杰拉达，他增强了，然后对野怪的伤害也增了。后来那感觉是带控比较多，但是缺点就是没位于正版区。招的肯定不错。只能往前走，伤害可以。我怎么感觉我们这边不像在玩英雄联盟呢？我感觉我们像在玩那种，就是日常那种怎么讲，挂机的那种组队游戏。然后有些人不想做任务，有些人又想打怪，有些人在挂机聊天出去。懂我意思吗？这都有人过来，但是又是给我的事。彼此看我勾到个什么宝贝，他还摆过去。这回血给他回起来了。我接到伤害。他的种子我都打下来了，他在扯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而且我也觉得这飞机，这游戏到底在玩什么？对面就团灭了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兄弟们，玩着玩着，这对面团灭了，这你受得了吗？我都不知道我队友在干嘛，很安静，但又像在摆，但又不是很摆。玩着玩着，对面团灭，这你受得了吗？一剑魔有责任啊，前面。领九九一家人问您：霸王雪海的一创打出了面，这个也能大三挺进神仙血。霸王血铠，那东西不太好，我不知道它的合成时机是在什么时候。它的合成时机，我说实话有点尴尬。是这两个装备啊，它是这两个装备，它要四个小件加两个这种对钻头，但钻头它本身它没有任何的特效，就它就是个属性盾，导致它就是我感觉出它很亏的，然后我都有意思了。前面有弹幕都有活力型可以杰拉能干多大吗？还有种子啊，会优秀打种子啊。哦，夸张哦，这都能单挑掉的。嗯，他伤害够了就可以了。那你又换杰拉？知道就行，但房子有下次都没有房子。
科研自己推翻，那科研本来就是不停推翻的，又不是在一堆里面找一个很绝对的东西，这个已经开始，他不可能会这样。开发肯定是要不停推翻，你不推翻，怎么慢慢的调配配方？放心，它本来就是会伴随着推翻。你可能你上一回合、上一把对吧？你带个什么穿甲的，你可能下一把就要半路，每一把就重新开始。你要根据每一把给你的感觉去用，那不一样。那不能上回出个星虫啊。啊，然后冰刀啊，然后攻势破阵点，有一条路砍到船，但是不能这样，太难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都推进玩家，拿下兄弟们，大点波！莫名其妙，这你受得了？这你受得了吗？玩着玩着就赢了。